我们人哦，活到这个年纪，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康，这样才不会造成子女的负担。哟，林大哥，哎，嘿嘿，你爹啊，老嫂，今天好，别靠我医生哦，要来帮大家做身体检查啦。啊，咱这钟头哦，哥你哥你才上赞啊，我想讲我要拜托吼，你帮我送一挂过啦。我等你先上柜啊！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先来哈、哦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大哥，谢谢你。上菜来好啦！这好福啊，医生也辛苦。哎呀，哎，无。来，谢谢，太好啊，更感谢一个啦。哇！来，这哦，要给恁提两个啦。哇，这高丽菜这么水啊！哦，哎，水哦。啊，你就来，纯粹来做一下大肠癌的筛检啦。哎，对啊，很累啦。我身体才健康，我检查啥？好啦，像你这年岁，政府安排已经差不多六成人拢做过啊，来做一下，很累啊。简单，简单。蔡英啊，做些工活要做下来，我先来做。既然来啊，就先做做一下啦。林大哥，先做做一下啦。来，林大哥来检查一下啦哈。那么一个好意也未占上偌济时间啦。是啊。我来讲，未听。上重要哦，更免开钱，迄政府补助的呢。嘿，有做看医生啊，是啊。其实嘛，足简单呢，咱就是讲打开了，屙一撮咱的大便，啊，甲放入去。隔天你摕来给我，其他拢交给我做，遮简单，吼。嘿，无麻烦，你继续填。啊，你有早健保卡无？啊，有啦。还好那一天呢、啊，里长有把我拉住去做大肠癌的检查。哦，我真的是想不到，本来以为我很健康的，不过要医生说的才算数。经过医生的确实诊断之后，我得了第一期的大肠癌，还好发现得早，用大肠镜把它夹出来之后，也不用手术了，嘿嘿，很快就好了。我们人的身体啊，就像是菜园，有很多小毛病，可能都藏在我们看不到也感觉不到的地方。如果要发现这些小毛病啊，一定要去检查，就像是我在抓菜虫一样啊。到这个年纪，健健康康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每两年要定期来做大肠癌筛检。政府补助50至74岁民众每两年做一次大肠癌筛检。